洗澡的时候发现的，干在上面的，我肯定怀疑是排泄物呀。我打电话给前台之后，他的态度很恶劣，他说是我自己弄的，说是我要讹他们，老板帮我免了一天的房，就不做任何处理了，是我心理上会觉得很恶心。你就把房费退给他了吗？老板过来他就是不依，他说要把他搞过去洗个澡，泡个澡再赔300-400块钱给他。我当时跟他解释就有可能是批次的问题，没搅拌均匀，我们用的都不是罐装的沐浴乳，我们都是买的一瓶一整瓶一整瓶的新的沐浴乳。他那个人估计是想白嫖吧，我估计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搞进去就。